有男驸马吗？还朱买臣回来了，砍柴的樵夫朱买臣呐、啊，哎哎哎呀，这书中明理妙趣不断，讲道理论道德，字字中千金，手捧诗书往前就走，不知不觉走过家门呐、啊。马前泼水，我估计好多咱们父母这一代的人估计能听得热泪盈眶，对对对，会觉得特别熟悉。姑娘听过吗？我没听过，但是我父母肯定听过，我爸妈肯定喜欢你这样。十六号小管，你好，女嘉宾。你好，我看你那个短片介绍，一年挣20多万，你不少挣啊，一年。完了，你升职还这么快，我想知道知道你们老板是男的还是女的？我们老板是女的。老板是女的，那个她老公啥平时上单位吗？我能说他两句吗？对，你能说，你能说。那个16号男嘉宾呢？你身上满满的充满了负能量，一点正能量都没有。